犹太为了这把银，感觉身体和灵魂都被掏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犹太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一把小说家的对局哦。那么这把的话，队友幸而带个不命，那么开局话被抓啊。那么我们的话，将用我们的身体来抵挡这一切行为，然后再到最后面，哇，对吧？队友过来扛刀，你会发现这个队友怎么感觉是非常有趣 ，amazing 啊，怎么感觉很搞笑啊？那么来看一下这边开局徒步抓幸而，可以趁着他那啥，给你吸两口，离远一点，免得尾，哎呦，尾巴触发了，我靠。杀我，飞轮交了，有点亏。哟，还给他扛压力了呀！我靠，有没有地下室啊？这边有没有地下室？想办法给他变地下室去。没有地下室，我真谢谢你。为什么没有地下室？我们找到个板子啊？我们大哥给砸了个板子，没有，吸两口，赶紧吸。哎，操，进不去板子，只能开一局吃一刀。现在闪还逼不出来，就是下一波。啊，这边有地下室，我操，想起来了，我操，魔兽是要救人吗？涛哥也行啊，快走快走。可以，得到机会了。大哥还修个毛的鸡呀、啊！赶紧帮我过来盖板呀！我去，修个毛线的鸡，我靠！什么？这俩这力量在干嘛？俩斗学生干什么？你俩在干嘛？我操！还在找谁呀、啊？我靠！你俩在找谁啊？开机啊！在找谁扛刀？看到这扛不到，看不到去哪里了？我的妈呀！我去，快点门，直接点门！我还被干掉了！别闪出来！你怎么就这么硬直呢？不是这么直呢，这点不够的啊！这死的位置七八秒，没办法了，往这边靠一靠。直接点够了啊！咋也没逼出来？